同时呢，我们将邀请到的我们的颁奖嘉宾。喂，谢谢大家，激动人心的一刻到了啊！我们先公布这个男子第三名何卫峰先生，打了81杆。好，现在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瑞邦资产管理公司我们的李董和大家见面，有请李董。同时有请我们瑞邦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廖子卫女士，同时有请傅刚先生、赵江先生、韩家良先生，有请各位。先生、廖总、赵江先生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，感谢。谢谢何卫峰，今天打出了非常好的成绩，风很大啊，打出81杆，达到了 PGA 的水平。谢谢啊。好，第二个女子第三名 Sandy 刘，90。哦 sorry， 这个第二啊，等会啊，权力雅91。你一会上来啊，你一会上，你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太激动了啊。潜规则呀，喂，交代一下有没有潜规则啊？别走啊，一会儿叫集体照。恭喜啊 好，男子第二名拳击松啊，老拳教练，这个拳教练今天就在我的前面一组啊。今天这个中期啊，77。好，下一个，女队 ，Sandy 刘，我们邀请 Sandy 刘上来，90。打完18个洞还走路走得这么快啊，看来还可以领一个奖啊。我们下一个是Close to the pin， 最靠近洞场，Cardinal 东，我们有请
哪里龙？哪里龙？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啊。我这几年跟他打球，我发现他水平是一天进步，一天进步，非常厉害，特别是铁杆，所以我就本来我就有个预感了。West 西场的 close to the pin 林南在吗？林南在吗？ close to the pin 第五洞，林南，林南没来。我们再翻一个，没留着。下一位是我们男子的 Leg Crash， Leg Crash 第二洞，这个是最难的一个洞。怡中，怡中先生请来两请。喂，刚刚说的那个女士能跑，你也能跑啊。我今天打 leg press， 我就看到那个牌插得非常近，所以给我压力非常非常大。哎呀，恭喜恭喜你今天那个这么近啊，给我们下面每一个组都非常。谢谢。别走啊，别等，旁边等，你在旁边等，我还给你一个惊喜啊，还给你一个惊喜，今天你是这里的明星。我们现在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刻来了，看我们的女士哪个是女中豪杰。我们有请张敏女士。张敏女士今天在这个历史以来最很大的风的情况下，打了86杆，打了86杆，在 Leg Crash 这个场呢，这个是相当难得的啊。张敏，哎呀，恭喜张敏啊，实力。我们刚才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啊，这个男士呢是应该上来过的了。我现在向大家宣布啊，今天这里的全场男子冠军达到了这个专业级的水平，怡中先生打了76杆冠军。76杆，说实在的，我在那个场打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还真没见过，这头一次我见过，可能我是跟我打的都是水平还不够那个水平啊。还有一个，